先胳膊，对，手腕放松 ，relax， 对，抓太紧了，放松 ，relax， 再使劲抓，对了 ，one，two， 对了，也太快了，头要慢啊，对，稳一点，安静的 ，two， 对 ，one，two， 对，这胳膊过来 ，two。哎，这手别使劲，好，等一下啊，就哎呦，太使劲了，太使劲了，这手要这样拧过来，对，好，再来，这胳膊肘要过这边来啊，好，对，你看拿弓拿多标准呢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看看来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啊，嗯，走，慢，就伸直胳膊，对了，慢，这多好，慢，这走，慢，回来。对，对，对脚尖，relax， 松一下，放松一下，对，下来的时候放松一下，很好，他拉的真不错，good job， 好，好，十下了，完了再这个，啊，每天十下啊，走，对，你看手背多好啊，这手背不能太塌了，你看这不能太塌了，小孩就标准了，太快了，走的慢慢走，再来，自己来，再自己来，好坏你看平拉平了，这个低这高吧，头放松，好好夹一夹起，来夹夹起，能等一下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抬头，别着急，别睡着了，这样手腕这样，那手腕这样，弯，要睡着了，手腕要动，好，动，好，到这双边上，手腕要让正过来。好，再来，你觉得你看打底多重要啊？将来你长大了教琴的时候哈，你一定要给他们小孩要从这中间起，这样，手腕要放平了。对，这才完成了。如果有的孩子这样拉，很多这样太多这样了就不行，一定要把它这样翻到这儿来。他闭眼睛了，没事，来，上午很有精神，好，一弦，对，走，小手腕很好，哎呀，真棒啊，不错哈，对，头慢点，他真挺可爱哈，就是有才华的孩子才可爱，你要会拉琴就可爱了，是不？好，看他的手腕，手腕真好，放松了，对，好，安吉拉，你有时候就这样翻弓，你知道吗？就手腕太低了啊，来，看啊，就是有空的时候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哈，静下来拉拉这个空弦，从中弓开始，两拍一个，因为中弓的时候就是这个休息状态。就休息了，完了下这放自然下来，不用这样特意使劲儿啊。走，休息状态了，对。好，这个分开，open the， relax， 不使劲儿。我要随时，哎呀，这手太使劲了，走，我要抢攻了啊。走，对，我觉得你拿弓其实不好改了，拉了很久了。双音两个弦。完全是自然的，不使劲儿，你手多好啊，我给那个 Grace 打底就这么打过来的，一点毛病没有，好，好，七个平面 ，Violin 有七个平面，四个弦。
两双音双音双音有七个平面，啊，该下放弓了，越长越漂亮了。对，我发现小孩子哈，就会拉点琴哈，就完全不一样。笑一个 ，Angela。笑一个。笑一个。还有一个叫笑。